先上为本，拿过的八蛇剑那心，佛母双亡，兄鬼阴，只臣家业非苦心，腰缠反冠终何用，一家和顺身千金。想我血气，自有父母双亡，兄长早丧，使我一人支撑家业。今日要吃外金上，三弟也要赴京赶考，只是我那大嫂心情不好，每日无事生非，我今此去实为放心不下，也曾命家人雪宝前去过船，这半时候不见到来。35年在谁家，不求光阴显白发。启禀尔东人，船只已然固好，新装具一齐备，请尔东人即刻登程。尔东人为何长叹？我此番吃外经商，三五月才得回来，三弟赴京赶考，何日归来更是难了。你岂不知我那大嫂心情不好，我此去实为放心不下呀。尔东人但放宽心，大之母虽然心情不好，三之母十分贤德，总是忍让于他，尔东人自管前去，只是要早些回来呀。我此番前去，家中之事还要你多多费心。老奴自当尽心尽力。好，唤他们前来，待我知府一番。是。有请大之母、二之母，有请山东人。三尺木，
嫂四母我为大，我会让儿子人人夸，但愿今可能得中。速将喜讯传回家。做梦。哎呦，三弟，三弟妹，打扫二嫂。三弟，三弟妹也来了。嫂嫂，大嫂。哎，二弟。官人。娘子，二哥。三弟。二哥。三弟妹，请坐。儿啊，为何不与你三娘见礼？我大娘说她又穷又酸的，不让我理她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怎么讲话呀？快快与三娘见礼。参见三娘。啊，儿啊，为夫要外吃经商。你在家中要听从大娘母亲与三娘的教训，不可任意贪玩。我知道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啊，大嫂。二弟。小弟吃外经商三五月才得回来，三弟赴京赶考，何日归来更是难了。家中之事，还望大嫂多多费心。啊，娘子，三弟妹，你们要多多扶持大嫂才是啊。我知道了。我说二弟呀、啊，大嫂，咱们家不是还有位大能人呢吗？人家三娘春娥是落魄书香门第的小姐，知书达理，这些年来每日每夜陪伴着三弟读书写字吟诗作对，简直称得上是位女才子啊。她这么能干，定能当家理财。依我看呐，这个家应该由这位女才子掌管。二娘，你说是吧？可不是嘛。啊，二位嫂嫂，是我有何的能管理家事，若有不妥之处，还望二位嫂嫂多多指教。是啊，家中之事还望二位嫂嫂掌管。哎，我说三弟，我这可是真心实意的抬举他，你们都听见没有？他说什么？哦，叫我多多指教，我连一个字儿都不认识，他这不是诚心拿话挤兑我吗？大嫂，他并无此意呀。一说话就向着你媳妇儿，哎呀，我呀也算瞧出来了，在这家里呀，你们就没把我这寡妇嫂子放在心上。大嫂，你大嫂不要如此，这能怪我吗？好了好了，啊，娘子，三弟妹，我弟兄不在家中，你们要和睦相持。不要无事生非，闹得家中不得安宁。好啦，不是都听我的吗？春娥，备酒去，给他们哥俩践行。大嫂，你好了好了，看天色不早，我弟兄要登城了。翻乱八船
敢说贤妻为丈夫此番进京赴考，家中只留你一人，只怕越发的要受二位嫂嫂的嫌弃，还望娘子要多多忍耐的才是。啊，官人，只管放心前去，家中之事我自有知掌。啊，娘子，曾几那年，你我夫妻在这双柳树下定下誓愿，终贞相伴，永不分离。只是今日，官人，这些年来少爷糊涂试问，今日才得进京赶考，理应欢乐，因乎儿女情长，彷徨不能呐。千不愿，万不愿，只愿为丈夫你。丈夫记下了，三弟快些来呀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娘子。老爷，老爷，分明。
上要多多保重，看今日风急浪大，不日暂避时再做道理吧。玉兄知道了，三弟多加小心。小弟记下了。啊，船家，看今日风急浪大，不日将船摇至披荆之处，再做道理。什么？停船休息？那我这一家老小吃什么呀？再者说了，我这船从来就没出过事儿，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一个人落过水呢。你们呐，站稳了吧。守空房，心里闷得哈。哎，自从我那老头子去世以后，我就一直打算着改嫁，可我要一离开这薛家，这份家财可就没我的份儿了。您说这要是给三娘他们留下了，我能舍得吗？这倒好，如今呢，老二出远门经商去了，老三呢进京赶考，他们哥俩一时都回不来，我不免趁这个机会把二娘请出来，跟她商量商量，说说我的心事。我说二娘。什么？好妹子，快到我这房里坐坐来呀！来啦！丈夫去经商，孤独。妹子来了啊！嫂子，走走走，屋里头说话啊！屋里说话。哎，走。哎哎，妹子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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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说妹子，咱们姐儿俩虽然不是亲姐妹，那可也是表姐妹呀。今儿个我有点心事，想跟你说说。你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吧。哎。那我就说了啊，妹子，你说自打这王春娥来到咱们家，上至死去的公婆，下至老薛宝，都夸她心眼好，为人厚道。哎，就连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生前也一直夸她。你说咱们姐俩在这家里还有什么光彩呀？哎，这倒好。如今呢，老二出远门经商去了，老三呢进京赶考，他们哥俩一时都回不来，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王春娥给打发了。咱们姐俩把这份家财是各分一半，要不然老三真要是做官回来了，这王春娥可就得了势了。到时候这份家财不但要分三份，就是你我在这家里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喽。可不是嘛，三弟要是得中了，三娘可
可就是夫人了，她怎么还能听咱们的呀？是啊。哎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倒有个主意啊，咱们就告诉王春娥，说她丈夫在赶考途中暴病而亡了，再挤兑他改嫁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得了吧，你没瞧见老三两口子是多么的恩爱呀？三娘为了她丈夫能考上状元，哪天不陪他读书到深夜呀？他们的情谊可深着呢，他怎么肯改嫁呀？你得了吧，你别瞧他们俩人平时挺好的，一听说丈夫死了，他又没儿没女的，到时候我再把话给他说绝喽，这么一骗，再那么一挤，他准得改嫁。那老三要是回来可怎么着啊？咱们就告诉他说王春娥听了误传已然改嫁了。再说了，老三真要是做官回来了，还能要他这乡下媳妇吗？哼，他要是没中，他就没脸进这个家门。哎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快把他给我叫出来。叫出来可怎么着啊？叫出来瞧我的呀。哦，都瞧你的。瞧我的。那我叫他去。叫他去。我说啊，三娘，春娥，快到大娘房里来吧，来还有人来报信说你丈夫在赶考途中暴病而亡了。你待怎讲？暴病而亡了。哎呀，春娥，
信的人说了，多亏了店主人心眼好，把他的尸首就地埋葬了。那送信之人呢？啊，那个送完了信儿，匆匆忙忙的可就走了。哎呀，苦命的夫！哎，我说春娥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伤心也没有用，这也是你命苦。依我看呐，你还是趁着年轻，赶紧拿个主意才好啊！嫂嫂，你这算何意呀？这算何意？嗨，干脆挑明了说吧。如今你丈夫已然死了，你呢又无儿无女的，还不趁早的改嫁吗？嫂嫂，薛郎尸骨未寒，这改嫁二字亏你识得出口。嗨，这有什么说不出口来的，千不怪万不怪，就怪咱们死去的公婆，他们呢是做梦都盼着老薛家出个状元儿子，可惜呀，老薛家没这份造化。如今那个书呆子已然死了，我们也不想白白的养活您这位女才子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走。对了，我们薛家可就没你这个人了。对喽，你二人的心意我已然明白，只是我与薛郎夫妻一场，用我一计，祭奠之后再也不登这薛家门了。好，你有志气，我心肠软，就容你一计。可是这么着，祭完了你就得走。哎呦，我说春娥耶，你呀还年轻，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你可千万别哭坏了身子。爱夫妻呢，这不说走就走吗？甭理他，不理他做甚？成王。令人张才报道，他与尔东人同乘一舟，行至中途风起浪大，帆船落水，张才被救，尔东人啊，他落水而亡了。妹子，我父亲你
现在开封。哎呦，妹子，快叫人把老二的尸首运回来，可不能把老二扔在外乡啊。师宝这么大年纪能行吗？老奴愿望。那还不赶紧去呀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先别生气呀，听我跟你说，还是那句话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死了也就死了，咱们活着的还得好好的活着。嘿，依我看，趁着老薛宝不在家，咱们把这细软一卷，房产一卖，各自找个如意的郎君，过几天好日子也免得耽误了你我的大好年华呀。好倒是好，我就是舍不得我的儿子。哎呦，你要是舍不了小儿子，可得不到小白脸了。要走赶紧走，薛宝来了就走不了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就都听你的了。哎，这就对喽，听我的就对了。走，快收拾去啊，收拾去，快快走，快。你妈呀，要去改嫁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你爹死了，你妈不要这个家了，也不要你了，再给你找个后爹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不要后爹，我要妈，我要妈，妈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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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你不走？那你就等着守一辈子寡，受一辈子穷奔礼。守一辈子寡，受一辈子穷，不不不不，我要带着我儿子一块走。哎呦，你拖着个油瓶，谁要你呀？哎，要走赶紧走，三娘来了可就走不了了啊！哎，三娘来了，哎，快走，走。
可恨张柳儿时心肠妒恨，卸捐了家财，变卖了房产，另嫁他人，将亲生之子抛弃，好一位贤德的三尺母，发下誓愿要将一国抚养成人，只是他母子无耻安身。且惜我老家十里乡有两间草房，用他母子暂置，收拾好了接他母子便了。但愿得小动人听母教训，那
中学又嘲笑我无娘悲惨，气得我逃了学转回家园。回来了，学中我就回来了。哦，日次那是来背。妈呀，还是吃完了饭再背吧。背过诗再去用饭。背背，要背就嘚儿背。脸朝外站，得一个字儿也甭想看见。背呀，妈呀，我忘了梳尾了。干湿剃头，对，是梳头。您提我一句吧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哦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呐。喂。喂，我说妈呀，咱是喂猫啊还是喂狗啊？哎，喂人猫而不重乎？哦，喂人猫而不重乎？不重乎呀，不重乎，妈妈娘你好糊涂。往下背，往下背，叫你往下背，叫你往下背。走走，指望儿在南学公事，不想金子贪玩，
会吃，这么两句话我还不会说了吗？话倒是两句好话，哭惜儿讲起了。你今儿要是不打我呀，我一辈子都不说。哎呀天哪，哎呀爹呀，我呀玩去喽。小奴才，他也
半世
好心呀、啊！媳妇婆来，三娘，喜之喜，三之母，发下了誓愿，一心心绞死难。要把命还！哦哦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我不是三只母。要追随山东人，同赴黄泉。倘若是你真过心思断剑，你来看。
是你的不是了哟，你们俩在这儿唱了半天，怎么是我的不是呢？你下学回来一夜冒犯母亲，就该上前领责的才是。什么叫做领责呀？带我来教导于你呀。对了，你教教我吧。嗯，这有家法在此，钉在头上，跪在你母亲面前说道：孩儿下学回来一夜冒犯母亲，这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大儿一下，日同十下；大儿十下，日同百下。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，你母亲有爱此之意，一下么也就不打你了。就这几句呀，你拿过来吧，我会了。好好好。动人动人，你母亲若问莫是，我教导于你呀。我知道了。雪宝雪宝，待会儿我妈要是真打我呀，你可得拦着点儿。那国自然。母亲在上，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，现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打儿一下如同十下，打儿十下如同百下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我说妈呀，您要是真疼我呀，那您一下也别打我了。儿啊，你早有这两句话，也免得为娘生气呀。我说妈呀，这两句话呀可都是我自个儿说的，不是薛宝他交给我的。三娘，老奴也跪下了。you
了。不生气了。那您也不打我了。不打你了。那您陪我到后面读书去吧。随为娘来呀。哎，娘然便带我前去前衣啊，命里犯桃花，嫁了一俩三，我可真是强盗遇上打劫的了。实指望带着薛家的财产找个如意郎君过几天好日子，没想到打薛家门出来，我又嫁了俩主了。哎，可噼里啪啦的都死光了。人家说我呀是泛白裙子，我一琢磨还真是的，感情我这前前后后的都方死仨了。这倒好，如今嫁了个秦二混，这小子是成天的吃喝嫖赌浪荡逍遥，找我要钱我就得给，不给是连打带骂。哎呦，您说这日子我可怎么熬啊？今儿个这小子不在家，我不免呢找我妹妹去，跟她说说我这些烦心事儿。哎，一天酒三顿，常在赌场混。哎，你这是又上哪儿卖风流去啊？啊，我找我妹妹去。找你妹妹，只要你给我钱，你爱上哪儿上哪儿。昨晚上不是给你了吗？昨晚上早他妈输光了。啊，你又输了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也没钱了。什么？你会没钱？谁不知道你拐了人家薛家多少财产？你会没钱？少废话，给我拿钱来！哎呦，你个小没良心的哟！我今儿个才明白呀，感情你爱的是我这钱，不是我这个人儿啊！哎呦，哎呦！我要不是看上你的钱，我他妈会要你？少废话，给我拿钱来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今往后你甭打算从老太太我这儿蹦出一个小钱儿来。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嘿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撒开，撒开，这也行。哎，去你的，你瞧你那个德行。哎呦，你个小没良心的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，你回来呀，回来呀！小东人，天尊横尊。
难知东人莫有华言。哎呀，东人呐、啊，难道你忘了母亲怎样教训于你？人穷志不短，何况那长留儿时十分的狠毒，如今他们所嫁的丈夫俱都是酒鬼毒棍，如今你瞒着母亲前去哀求他们，若被你母亲知道，岂不要活活的气死吗？哎呀，薛宝啊，这几年来三娘都是为了我才常常生病，这次更是病得厉害。你也常对我说，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孝敬他，可如今他病得这么厉害，你叫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能不管呢？动人，你如今年纪还小，等你长大成人再来孝顺于他也还不迟呀。我都13了还小呢，再说这次我要是不去借钱给他治病，说不定日后我长大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，那我还怎么能去孝敬他呢？一哥，你长大了，长大了。薛宝，你带我去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这就是亲家上前叫门。来了来了，谁叫门呢？谁呀？这是一锅，这就是你大娘。参见大娘。哟，小模样还真不错呀，找我干什么来了？大娘，三娘得了重病，我们没钱治病，也没钱买米买药，眼看我们三人就要病饿而死了。病死饿死又不是我害死的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是你把我们家的钱都拿走了，我们才穷的。哎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大娘，您就借给我点银子吧，日后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孝敬您。大娘，你得了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呀早就不是你们老薛家的人了，再说了我也没钱了。你拿了我们家那么多钱，你都花完了啊？你怎么说话呢你、是你害得他这般光景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薛家这棵独苗冻而死吗？你得了吧，什么独根独苗，他又不是我儿子，他就是饿死了我管得着吗？你解释不解？好你个老倔头啊，你都到了这步天地了你还这么厉害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甭说没有，就是有我也不解。我把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，薛家就摆在你的地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动人，看这般情形，你亲生母亲哪里也不要去了。不。我一定要去，她是我的亲妈，一定会疼我的。薛宝，你陪我去吧。
要去你去，我不去呀。你陪我去吧。我不去呀。你不去，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啊！哎，东人，东人，哎呀，东人。两个小钱，两个小钱，刘氏啊，我把你这狠毒的妇人呐、还是回去临行商议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想不到我的亲妈也是这么的狠心，我要沿街乞讨，讨来点钱也好给三娘治病啊。哎，东人，东人，东人，爷爷，奶奶，大爷，大娘，我妈得了重病，我们没钱治病，求求你们救救他吧，求求你们救救他吧，求求你们救救他吧。你看天色已晚，路上行人稀少，雪
是越下越大。你若不回去，你母亲在家中岂不要急死吗？不，讨不来钱，我就是冻死在这儿，我也不回去。哎，东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就不回去。你如此的倔强，将我推到尘埃，倘有不测，我看你是怎生得了。薛宝，薛宝，你别哭啊，我听你的话回去就是了。怎么回去了？回去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薛宝，我搀着你吧。薛宝，你慢着点儿。薛宝，你慢点儿。
双膝跪地，哀求他们取粮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哦，奴才。哎呀！将来的才是啊，还不与我从事的将来。启禀母亲，儿虽年幼，可如今也懂得，妈，您都是为了我，日夜操劳，忍饥挨饿，才病倒在床，就是在病中有粥给儿喝，您吃的是粗糠，棉絮给儿盖，您稻草遮身上，还要教儿读书做文章。我心里想着，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孝敬您，可如今您病得这么厉害，我怕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就没有妈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疼我了。我越想越怕，才去到大娘和亲娘那儿，指望能借点银子也好给您治病啊。儿啊，你可曾见到大娘与您那亲娘？见着了，他们都好狠的心呢，尤其是我的亲妈，我苦苦的哀求，她才给了我两个小钱儿。妈，我可没要她的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去想她了，她不是我的亲妈。我要像您教我一样，发奋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话我都说完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惹您生气。现有家法在此，只要妈您能除了心中的闷气，您就狠狠地打儿一顿吧。您就是打死孩儿，您也是我的亲妈。Thank you.
大人金科状元，且问你、金科状元正是我与他素无来往，他今到此为了何事？他是有要事求见大人。好，有请。是，有请金科状元。少礼，请得坐。谢坐。大人公务繁忙，特来打酒，望其恕罪。状元公是哪里话来？你今到此，必有所为。闻得大人回乡探亲，晚生也是山西人士，烦劳大人带传家书一封，不知可否？些许小事，自当代劳。失信可曾带来？带来了。众君有受请。是。众君请过来。状元公何事？将失信罢还于我，我要面交大人。何事是？大人，我家中有事，烦劳大人一定带到。到了山西，即可命人送去，也就是了。大人，这封诗信要交于我母亲王氏春我。你待怎讲？王氏春我。山西大同是临湘王氏春我。哎呀！哈哈，代嫁他人呐、是指望一片真情将我忘。前去寻访，却寻他不着，原来他已临行改嫁。
连儿子都这般大了，我还为此苦苦的等他呀！不对呀，像我离家只有一十三载，这位状元公至少也有一十八岁了。我自有道理啊，状元公大人，你我既属同乡，我与你打听一人，你可晓得？大人有话请讲。有一薛琪，你可认得？他是我的爹爹。你当真是薛婴儿？你是我三叔父。哎呀，真是我三叔父儿啊！儿啊，如今你母亲与老张家今在何处？他与我母亲暂至市里下。快快随定为父，迎接你母亲与老张家进京的才是啊！日子叔父写信，待我禀知恩师即可前赴。还乡，一个少年登科，我瞧不管怎么着，他们总得念点旧情吧。得了吧，你也不想想，当年咱们假传三弟死讯，如今真相大白了，他们能饶得了咱们吗？哎，咱们就告诉他是听了误传了。再说了，儿子是你养的，他们总会把咱们认下的。我呀，是再也没脸去见我的儿子了。怎么着？你不去？哎，那我可自个儿去了啊。可是这么着，到时候我要是做了老夫人，戴上凤冠，穿上霞帔，可别怪老姐姐我不管你啊。哎，你不去，我走了。哎，回来。哎，如今呢，咱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去也不成啊。是啊，可是我怕见那老薛宝，别再让他羞辱一场，到后来还是不认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你放心，他们认下了还则罢了，他们要是不认，我就给他闹个地覆天翻。
他们怕给老薛家丢人，总会把咱们认下的。后悔当初做事差，厚着脸皮别管他。我不该撇下亲生子，回也没用，快走吧，走吧。每日一差本，盼望小东人。啊、我是你山东人回来了。哎呀大鬼，外面夫人喧哗，薛彦之啊喂，哎，你是王世春吗？朕是民妇。我是你丈夫回来了。大人，我丈夫早已命丧他乡，你认错人了，快快吃去吧。是啊，你快快与我吃去吧。啊，老丈家娘子啊。Thank you.
投名状元呐、啊！只有官告在此，娘子传了带。四郎，你做的什么官呐？官居兵部尚书之职。日此为卿，我你自然是夫。哦，哈哈，请夫人进意。日次四郎随我来呀，来了。沾光，怕的是三娘记前恨。长嫂比母，我胜似他娘。哎，八成就是这儿。去去去，叫门去。开门呐！哎呦，我说你大点声儿啊！开门呐！啊，你这哪成啊？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听我的。里边有人吧，出来一个，大奶奶二奶奶回来了，快快出门迎接呀。东人永耀回家门，出来一个呀，吃得门来用目看，哈哈，原来是两个扫帚星。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八成是老薛宝啊。哎，我说老薛宝啊。呀呸，薛宝也是你们叫的 啊也是你们叫的吗？哦哦，嘿嘿，那个老掌家。嗯，做什么来了？烦劳您通禀一声，就说大奶奶二奶奶回来了。什么大奶奶二奶奶？张刘二世。哎，怎么还张刘二世啊？
张刘二世就张刘二世吧。好好好，张刘二世就张刘二世吧。到此则甚。您瞧啊，如今我们姐儿俩呀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，眼看着就要饿死了。哦，你们也盼我死啊？啊，又不是我们害的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啊，哎呦，老掌家，以前总有一百个不是，可我们总还是老薛家的人呐。哎，你们哪早已不是薛家的人了。嘿，你说不认就不认吗？咱们状元儿子会把我们认下的。呀呸，儿子又不是你养的，与你什么相干啊？与你什么相干呢？哎呦，他把我以前说的话呀一句没落又都还给我喽。光明公道。哎呀，小东人回来了，迎听东人之母。在此，请母亲传旨到。慢着，他那份已然有了，这份是我们俩的，他得奉官，我穿霞帔。张刘二这是，我把你这两股狠心的夫人，我诱惑见面，来到薛门，快快与我红了。出去。哎呀，我的状元儿子呀，千不是万不是，都是为娘的不是。你千不念万不念，念在你死去爹爹的份上，别让为娘沿街乞讨，丢了你这状元儿子的脸吧。狠心的夫人将我这未满五岁的亲生骨肉狠心的抛弃，如今你跪在此处叫我说些什么？将些什么？
花完了再来，且喜一家团聚，怎么是多蒙母亲恩教养，一时三载守风霜，惜报恩情终难忘，三娘教子们